掀开经本，主咒神寄送第六首看起，种种方便化群生，若见若闻贤受益，戒令踊跃大欢喜，妙言咒声如是间。长行里面呢，我们读到的是要做喜目主咒神，他修的法门是普开悟一切众生苦乐，戒令得法乐解脱门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提示的，方便开示，示乐亦苦，定其悟入，见离法乐如欢喜地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呢，菩萨的赞颂啊，这个赞颂啊，也是他的修学心得报告啊。种种方便教化众生，佛法自始至终啊，都讲方便啊。诸佛现身是方便，说法也是方便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因为是方便，它不是究竟，所以不可以执着，不可以分别，甚至于不可以作意，那我们才能够从方便里面呢体会到真实。那所以《金刚经》上才说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正确的理解，法上应舍不是法不要了啊，我们的修学可以说从初法息心到等觉菩萨都不能离开法啊，法怎么可以舍呢？这个舍是舍分别，是舍执着，是舍妄想，舍这个东西不是真的要把佛法都不要了，那你就搞错了啊！你曲解了佛的意思。所以佛法要学啊，学不要执着，我们先从这个地方下手，然后再往上提升，不分别了啊，没有作意了啊，就像《坛经》里面永嘉大师对六祖所说的：“分别亦非意。”这是众真正其如法门呐。我们今天的分别都是意识，没有离开意啊，只有佛菩萨
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都不是义，这就告明。那不是义是什么呢？权巧方便。那我们落在意识里头啊，就变成过失了，就变成业障了，啊，障碍了智慧，啊，障碍了法身，障碍了这个德相，啊，德能相好，啊，所以凡夫用的是意识心，啊，佛菩萨呢？转舍成智，转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莫那为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那叫方便呐！啊，四智来应化了，这是方便。这是佛家常讲啊。大开方便之门啊！佛菩萨在十法界现身说法，无疑不是方便，就种种方便化群身，方便其用，必定是恒顺众生啊！这一点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。微迷观照啊，最近了凡四训做成了电视剧啊！现在北京还有几个同修积极在做，因为这个电视剧拍得不理想啊，疏漏的地方太多了，希望呢能够做出比较圆满一些啊，所以我要求他们最好能够做六片，这光碟做六片啊，现在只有两片，那么我们相信很快啊，这个事情就可以做圆满啊，大概在半年之后啊就可以流通了。那么他们现在编剧本，这个剧本会送给我看，了凡四训里头你看所说的功名富贵都是自己业力在做主宰，那鬼神呢不过是失其事而已啊，是管理这些业务啊，他不能加丝毫权力在里头啊。啊，你做善，他给你安排的是什么样的善报？啊，他要按照这个公事方式来处理啊，不能够说我喜欢这个人，我就给他服。我不喜欢这个人就叫他受一点罪，那他自己就犯法了啊！所以鬼神对于人间的事情决定没有加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，这个话说的正确啊！考取功名都是一定的啊，张卫岩这一段公案里面透露了一个讯息啊，阴间
对于这个公民的考试，三年做一次检查，命里头注定考取功名的人，如果在三年当中造作恶业，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，这个名字就除掉了。本来榜上无名的，这三年当中他积功累德，他可以递补上去。这给我们一个什么讯息？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古时候考取功名的人都是有德行的人，换一句话说都是善人呐。做皇帝的大善人呐。他的祖宗要不积大德，他怎么能居这个位置？所以古人说得好，了凡先生也引用，他有一百世的福报，决定有一百世的儿孙受他的福啊，有十世的福报，一定有十世的子孙来继承。祖宗福德积得厚的，在中国孔子是第一个人。传到今天70多代了，家道不衰呀。我们在台湾见到孔德成先生，不但在国内受人尊敬，在外国也受到礼遇。他到美国去的时候，在旧金山受到特别的礼遇。为什么？外国人听说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代。这个是几百世的大德了。那么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，现在这个社会考取功名的人，做了大官的人，为什么在这个世间贪污这么严重？古时候也有，但是少。做高官退休之后年秀清风，在现代也有，我看过的是我的老师，我中学是念书的时候我的校长周邦道先生，真的是两袖清风啊。他在抗战之后做过江西省的教育厅长，他是江西省人。在台湾他做过考选部政务次长。爱国。
懂得因果啊，政务次长国家配给他有轿车啊，他公司出门坐这个车，私事啊，他去干乘巴士啊，为什么呢？汽油是公家的，公家配给你的车子是叫你做公务的，不是你私人享受的。你看看，还有这样的头脑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啊，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啊，他家有后福。啊，电话，他家的电话，他的小孩决定不可以用。啊，外面朋友打电话进来，他可以听，他不能打电话出去。啊，他说老先生管得好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电话费用也是公家公款开销的。啊，这是佛教徒在懂的。公家付的电话费是叫你处理公务用的，不是你私人聊天用的。你要用私人用公家是盗窃呀。那不是学佛的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啊？今天社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明白事理的人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那么这个天堂跟阴间是不是也跟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一样的混乱呢？啊，如果不是一样的混乱，今天不积德行，造作恶业，为什么也能考取功名呢？啊，现在的功名跟从前不一样，现在的功名是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拿到这个学位，这功名呢？啊，我们在外国看到许多拿到博士学位的，邪知邪见。啊，甚至于有不少人参加邪教，这我们见到过的。啊，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也能够拿到功名？是不是现在天人呢，也失职了？啊，鬼神呢？也疏忽了，哎，可能他们放假去旅游，没人管事。啊，因为天上跟人间时差不一样，桃李天地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，啊，天神要出去度个假，度个7天的话，那我们人间就700年没人管了。啊，会不会有这些事情我们不得而知啊，但是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反省啊，我们万万不能够随波逐流啊，要知道轮回心造轮回业啊，决定没有办法脱离轮回。那我们人间这个情形在佛法里面讲是有依据的啊，大概在宗教里面都有这个说法，你看一般宗教都讲2000年是世界末日，
啊，佛法虽然没有说末日，说劫难呢。啊，这个年代啊，发若魔强啊，魔王当道啊，啊，不是佛菩萨当道，魔王当道。啊，我最早看到经典上这个说的是谭鸾法师注解的《往生论》。啊，他说过这个末法时期，啊，应该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罗刹为君，啊，这个君就是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都是阿修罗罗刹。不是佛菩萨应化了，何以罗刹能够当道？为什么佛菩萨退位了？这有一点像现在民主选举一样，啊，民选，好人呢，大家不选他，啊，那个恶人呢，哎，拥护他的不少，都投他的票，啊，选他出来了，那有什么法子？那好人只好退位啊，啊，有一点类似这个情形，啊，人民。为什么没有智慧？前一辈的人呢，对于教学疏忽了，啊，那么这以中国为例子，清朝在末年把教化众生的事情疏忽了，啊，诸位在这个大乘无量寿经，啊，这个汇集本前面梅光系居士有一篇很长的序文，序文里面讲到清朝在初年的时候，宫廷里面读诵无量寿经，帝王常常啊，礼请法师在宫中讲经，啊，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去。慈禧太后当权的时候废除了。可惜啊，啊，清朝用什么方法来统治中国？实在讲，他是用佛法。啊，这个皇帝聪明到极处啊。宫廷里面讲经说法，上行下效，所以地方政府的官员都崇尚三宝，礼敬三宝，
用佛法教化众生呢，这也是种种方便化众生。啊，慈禧太后废除之后，社会局势逐渐逐渐就失序了，就动乱了。那么再加上外国人对中国的侵略，满清节节败退，各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引起一般读书人误以为这个中国传统的思想教育有错误，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到外国去留学，看到外国的富强，回想中国这种贫弱，把中国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完全废除，提倡全盘西化，学外国人的。那么这些年轻人出去的人很多，到美国留学的主张学美国，到日本留学的主张学日本，到英国留学的主张学英国，到法国留学的主张学法国，回来之后彼此打架，把中国的社会整个搞乱了。这一层呢，我们比不上日本。日本也派许许多多学生到这个外国去留学，回国之后都能够学以致用，国家的根本依旧是维持儒家的这个血统，一直到今天呢。日本人何以能够在战败之后又能够复兴，得力于儒家的教学。那么我们中国为什么搞得这么凄惨，把儒跟佛全部丢掉了，所以民心没有皈依了，连个小小的法轮功都把社会扰乱的这个样子，这岂不是笑话吗？没有听说法轮功在日本闹事啊？何因呢？日本人学佛，日本人学儒。法轮功怎么能进入日本？他们有政治正见呢，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也。所以今天外国人这个社会动乱，他们现在也没法子控制，回过头来要向中国学，不是学现代中国人，学中国古人，所以我常讲啊，不听老人言，那吃亏在眼前呢。我说的这个老人，孔老夫子，孟夫子，释迦牟尼佛，老人呢。
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自己得度了，有义务有责任帮助苦难众生。今天的世界，这个社会跟过去完全不相同。因此种种方便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我们不可以墨守成规啊，那就错了。要懂得通权达变，要知道怎样转变，才能帮助这个社会。是处是法，关键是在人与人的关系。必须把这个关系讲解透彻。讲解明了啊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可是关键的最重要的人与人的关系，我们真的通达明了了，人与人之间的误会能够化解，冲突能够消除，人祸可以消灭啊！人祸消灭了，天灾也就减少了啊！这个自然灾害，佛在经上讲啊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自然灾害是我们人造种种不善业所感召的。现代科学研究物理，他们心理不发达。物理学研究的不错了，心理学很糟糕。他没有发现呢，物理是受心理的支配，心理是主啊，物理是其次啊。佛法重视心理。这个是真正掌握到根本。那么解决今天社会问题，还是在教学。圣贤的教学才能解决问题。圣贤的学问，我们首先要认知，儒不是孔老夫子的，佛不是释迦牟尼佛的，他们学问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们学问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，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。我们这在欢喜学啊，在勤勉学啊。我们学儒学佛，不是跟他学，是跟自己学。我们自己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相，我们迷失了，他觉悟了，
他把我们一句话点醒，他有，我也有，你也有，他也有，大家都有。这是心性的学问啊。不是某一家之言啊。我们说某一家之言呢，那就说外了，这有界限了。所以圣贤教育重要了。圣贤教育在今天这个社会怎么落实？眼看这个世间大灾难一天一天接近了。我们从哪里看呢？从人性看。我常讲的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、五欲六尘、名闻利养，在现在这个社会天天在增长啊，加速度的在增长啊，这是灾难的真因呢。这个问题要没有妥善的方法把它控制住，把它减弱，这个灾难是绝对不能避免。我们今天必须要强调，要提醒大家，今天真正社会领导阶层的这些人，他们要是真正觉悟，利用高科技的传播，这个社会有救。人，我看各国人都很聪明，只是一时的迷惑啊，没有人开导他。如果天天有人为他开导，我相信他会觉悟，他会回头。那么找哪些人去讲呢？必须要培养师资。今天培养师资是第一桩大事。要重视家庭教育，学校里面学生的德育，道德教育。儒家教学第一个科目是德行，第二才是言语，像科学技术那摆在第三的。德行在第一，这学校教育必须要强调的，社会教育，社会教育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报纸、杂志，书店里面看看是书籍。电影、电视、歌舞，这都是社会教育。我在最近这个两三年
已经很少啊去逛书店了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逛书店。啊，有时候假期啊可以在书店里面逗留一天。书店里气氛好啊，书香气味啊。啊，人在那个里面，这个心情非常平静。哦，现在不行。现在偶尔的时候，我到这边是大众书局去看看的时候，浑身不是味道。啊，磁场变了，大概是里面放的书都是妖魔鬼怪，啊，都是什么邪知邪见，啊，所以那个书店的气氛完全不相同。非常可怕了。啊，使我想起美国报纸上曾经提到，过去学校对儿童来讲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啊，现在的学校呢对儿童是最不安全的地方。啊，学生常常开枪杀老师杀同学。社会何以变成这个样子？归根结底，都是把教学疏忽了啊！啊，父母没有给儿女做一个好样子，老师没有跟学生做个好样子。在社会上，老板没有给员工做个好样子，人不是圣贤，不学他怎么会懂呢？啊，没有人教。没有好的典型，他所看的，他所听的，他所接触到的，都是负面的。啊，都是恶的，都不是善的。即非成事啊，他以为这就是对的，这样做就是正确的。啊，不是这么做那就错了。啊，应当要自私自利，应当要贪嗔痴慢。啊，把这个看作应当的了。即非成事。啊，所以才造成今天社会的动乱，社会的不安。啊，用教学的方法来挽回是要一段相当时间。印光大师常常讲来不及了。所以他提倡了凡四训。首先让大家认知因果。啊，善决定有善报。恶决定有恶报。啊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呢？为社会为大众是善，为自己是恶。
损人利己，决定是恶啊！你要承受恶报啊！舍己为人是善啊，你会想到福报，用这个来普度众生呐、啊，来挽救社会。这个是善巧方便啊，印光大师为我们指示出来，我们懂了，我们深深体会到了，所以全心全力即老法师之后啊，提倡了凡四训，推广了凡四训啊，我们了凡四训有没有那个放在网络上啊？那么这个两篇电视剧我们也放在网络上啊，有国语的，有广东话的，有英语的啊，现在有三种语文啊，希望诸位常常收听。我现在劝导我们同修每一天看一遍，至少一年不能间断啊！这样子你看上300遍，你的心呢就会有警惕了啊，起心动念呢自己会有警觉到，如果没有连续看300遍的基础，境界现前依旧迷惑颠倒，那个没用处啊！所以一定要熟透啊！啊，害人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啊！一定要记住，冤冤相报啊！你杀他，想他慈悲不报复你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那是对谁呢？对佛菩萨，你杀佛菩萨，佛菩萨不会报复你。哎，一般众生，你伤害了他，没有不报复的。啊，你杀的越多，你将来的灾难没有方法避免。这些事情就在眼前的例子就很多啊，举不胜举啊！啊，我们很多同学有非常明显的啊，遇到这个果报的事情，我都想找时间请他们来录像。现身说法啊，让大家去想想，体会到这个造恶业的可怕。就是连个蚂蚁都不可以杀，你不要认为那很小的东西啊，杀它无所谓，它还是会报复的，它是一条命啊。我们学佛的人懂得，他愚痴堕到蚂蚁身了，他将来离开蚂蚁身，他也会得人身的。啊，所以在六道里头，冤冤相报啊，非常恐怖。
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常常把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说给别人听，一个回头就是一个得度。我们做了一份善事，帮助一个人回头，你做了一个真正的好事情。好事要多做啊！特别是在这个社会，遇到有能力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有财富的人，要劝导他做大善事，最大的善事无过于办学。现在这个世间有，但是很少。办专门学习古圣先贤的这种学校，可以从儿童班办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直办下去。聘请好的老师，只要有诚心，诚心就有感应，你就会遇到真善知识。培养师资，有师资，这个社会就有救了。至诚感同，用真诚的心求感应，求真正善知识，求真正的好学生，这个里头的师生都是菩萨，他们都能够舍弃自私自利，放下贪嗔痴慢，远离五欲六尘，不沾名闻利养啊，这是世间人的救星啊，做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功德事。挽救世道人心，消除社会的动乱不安，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再好的方法了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华严经确实是最殊胜的社会教育的典范呢，最好的教科书啊。方东美先生在世的时候一生赞叹，他心目当中，他说华严经是这个世界最好的哲学概论，古今中外都找不到，都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真实智慧。儒教修学，你能够得真实受用。所以我们今天
得菩萨了这一首的赞颂，感触很深呐、也能够觉察到我们自己责任的重大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